20多块钱买俄罗斯的鹿肉罐头，你们都去尝啊！就这个价格，别吃猪肉、羊肉了，它比那个营养价值啊要高很多。鹿肉啊，浑身都是宝。像李时珍啊，在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记载了啊，你们自己看，全都是大块肉，一点儿都不糊弄人。它这个里边不是合成肉，也不是碎肉啊，都是整块整块的这个腱子肉。吃起来非常鲜美，而且肉质细腻。这么一罐啊，400克，将近1斤呢。你们有条件的都去尝一尝。